吴宗宪请辞毕加新，曾国成我会换别方法。陈国成金鹿中天金牌大间谍，该节目即将停播，今是倒数第二次录影。虽然停了一个电视节目，但陈国成近来开始转战网路，首度挑战主持 Yahoo TV 直播节目谈投资虚拟货币。陈国成认为现在是分众时代，收看网路的人和收看电视的人数其实差不多了。而费玉清日前宣布退休，胡瓜也动念有退休想法。陈国成听闻后表示打算做到70岁再退休。对吴宗宪昨自曝曾请辞三次，综艺玩很大，借此加薪。陈国成则笑说，那我一定会换别的方法。